站在岸边就可以下渔网啊。自动拉网船啊，看一下这个渔网的话马上就拉完了。好，拉完之后啊，我们遥控器远程遥控它，一键返航。那拉的这个渔网的话是在某宝买的啊，1.5米高的，这个叫蓝叶钢是吧，那个网。好，拉完之后看一下啊，遥控器一键脱钩回来，回来的时候注意点，别缠到渔网上。好，船拐个弯回来吧。下网的话特别简单啊，能站在岸上就可以了，把这个渔网拉出去啊，我们这一边固定，然后遥控船回来了，接着拉第二副网。